准备黑豆、白冰糖、牛奶、纯净水，在豆浆机中加入洗净的黑豆70克，纯牛奶100克，白冰糖30克，纯净水250克，盖上盖子，开启豆浆机的煮豆浆功能，煮完过筛，将豆渣过滤掉，老式豆浆机磨得不够碎，但是味道还可以，甜度接近老家卖的豆奶了。背井离乡，在外地没有豆奶卖，现在自己动手做，自己动手丰衣足。